次用大家的掌声欢迎第一个节目的演出，也就是我们今天首航了哈，第一次看到的紫薇老师，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蔡秀元，然后是这一次演出才来带新月这次的排练，然后谢谢大家请多指教。蔡炫啊，炫哦，绚丽的炫，蔡炫元，好，非常的年轻，你不是大学二年级，真的是二年级哦，三年级了哈，因为上次那个基雅从二年级我讲了四年还是二年级，我忘记了，我每次跟他讲二年级，他说李长我已经快毕业了哈，他是上次有跟我讲，李长我已经毕业了，我已经讲四年，他永远在二年级，他说。从我快毕业了到毕业我听了好，再来我们真的欢迎，这是新的，非常的热腾腾哈，因为我这两天有看到，之前我看到他在练习，所以再次欢迎我们的紫薇老师以及所有的新月国乐团，还有谢谢我们的团长徐文忠徐团长，感恩您，谢谢，掌声欢迎。
接棒过来，那我们也是可以演得很开心啦，但是不是要演得很紧张，好不好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新月国乐团，那我们要请一下秀荣老师太年轻了，可是我很棒，我们的指挥老师周拍摄，我要送给徐文忠、徐团长。第一，我先告诉大家，回去他们用小杯子先把生酒喝完，一人一小杯，再来金钟里面的人参，记得要炖鸡，所以呢，那个文忠你就要负责给他每一个人一小杯，喝完了以后记得帮他们炖鸡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要感谢一下新月国乐团。